今天再来开所有的菜啊，拌水培的，这个是包菜，现在这么大。这颗最大，这里就黄皮龙珠果，白色肉的，还这么小。然后这个枸杞两颗，大一点的，这边也两颗，这些都是草。这个被妈妈以为是草，那个韭菜被她拔掉了，误会。以为是菜，以为是草，踩掉了。这边就是羊角道，秋葵，一直忘记秋葵这个名字。这颗最小，这颗最大。开不到，开到它的根，现在这么长。水现在深一些，还不用加水。从刚刚种到现在还没有加水。这里这个是盆栽番茄，红色的，有花苞了。然后它根这样子，不美，好像是营养液有问题。解释看，有没有效果？这颗就是长的。番茄，这么大，它的根也是不美，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美就好了，它就比较强壮。这颗辣椒。生力早了，要理他先，看效果怎样先。有土颜色也生力早，这个就是无扰番薯叶，这样，它的根不大美，有点烂掉了。可能是没有打氧气的关系，比较难一点。这个就是桑葚，终于开叶了，发芽出来了。这个是薄荷，这个扦插薄荷，这个也是扦插的。然后这个是韭菜啊，那边被拔掉，这边还有一颗。这个是番茄，种番茄，这个薄荷，这个也是桑葚，这个扦插薄荷，这个之前种的薄荷，这边刚刚剪掉，插在这里，然后它的根这么长。这颗是柠檬，好像这几次一直看它好像没有长大的，很奇怪。它的根，根也夹断了。夹断一点点。
这个也是中番茄，这个番薯叶插枝的死掉了，这个也是番薯叶，哎，不是，这个是通心菜，扦插的，这个是中番茄，这个红花花芽插到现在也没有长出来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些都是白玉米，现在这样，这个向日葵，这个是帝王苗，啊，这个也是扦插的，番薯叶也是死掉了。这个是芒果梨子，然后这个是五指番石榴，这个啊小米辣椒，现在这样大，啊，这个也是薄荷三颗，这个就是那个什么，柿子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什么菜，春菜啊，不是菜心啊，被骗了，是春菜。这个是大头的羊角豆，也叫秋葵，只有一颗。等它结果，要拿它种子。这边有一点花苞。哎呀，它的根。分析，这个也是白玉米，这个是通心菜，扦插的，这个是啊。四面豆，也叫四角豆，也有人叫芋豆，也有叫龙豆。嗯，就这样，这颗也是两颗。啊，等一下拿出来啊，看看根。一只手开盖比较难开，两只手开，看它根。现在这么长，放回下去。